マジンゴーマジンゴーマジンガーレースアンボックス。我係刀鋒耶！今日咧同大家兄弟咧嚟到咩地方咧？望一望先，大家望望呢個哇好宏偉嘅一個攤位啊！我哋咧今日就嚟到呢個咧 Toy Show 2018嘅會場啊！咁啊，同大家睇下玩具，行下街咁樣啦。不過咧入到嚟呢個攤位咧，就見到一隻勁嘢，大家望望呢只咩嚟？認唔認得啊？冇錯，就係你啱啱上集同大家爆完箱嘅一隻鐵甲萬能俠。超合金雲的 Anime Version Color， 哇犀利啦！咁呢只嘢咧，點解同大家要爆箱咧？上次因為其實呢只嘢喺日本咧，就要喺永井豪嘅展覽先買到個會場限定版本嚟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呢個啊 Toy Show 嘅會場，發覺原來咧喺個香港 Premium Bandai 網站咧，其實原來有係預訂嘅。咁啊，不過咧，我啱啱咧聽嗰啲負責人講過咧，咁其實呢只嘢咧。就算有得預訂咧，咁其實嗰個數量都唔係咁多，聽聞就話好快會截訂添。咁所以如果上集睇過我哋嘅片咧，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記住要馬上去到 Premium Bandai 網站預訂啦。咁啊過咗咧就買唔翻噶啦。咁啊大家記住留意啦。咁啊除咗睇呢只啊合金雲之外，大家望望我呢邊，其實頭先啱啱都見過就係呢只哇超大隻嘅馬尖加 Settle 嘅雕像。大家望望我個高度，再望望下呢只嘢嘅高度，哇勁到爆炸！我望呢只嘢好耐，哇，非常之靓噶。咁啊，不过最重要就系咩咧？大家再睇睇呢边，哇，就系呢个咧 Premium Bandai 网站嘅宣传啊。咁啊咧，我就啊平时咧，大家知道我爆箱咧，好中意就啊抢头香啊，出去同大家咧抢货嘅。咁啊，而家发觉咧，咁原来咧个香港 Premium Bandai 上边咧，咁好多啲云 shop 限定嘅嘢咧，都可以喺呢个网站订购嘅。咁包括乜嘢咧？啱啱讲紧嗰只铁甲盲盒嘅限定 version 啦。咁另外再望望下面咧。哇！連我哋之前咧爆箱兄弟咧，刀鋒好中意嗰只鷹島一號啊，都係雲展嘅限定嚟嘅。咁呢度都有一訂購。哎呀，總之嗰時就唔使咁辛苦出去同人爭啦，可惡啊！咁啊，大家咧去到網上登記咗一啲簡單嘅資料之後咧，咁就可以咧去到呢度購物嘅。最重要就乜嘢咧？哇！送到你屋企門口喎、啊，大佬，唔使出去同人爭喎、啊，哇！正到飛起啦！咁啊，另外咧，我見到你哋咧呢個台頭上邊咧咁一張咧，哇！我好吸引到我目光嘅就係、是、呢個鐵甲萬能俠嘅一張啊，有啲宣傳嘅單張啊，咁啊非常之靚嘅，因為咧我發覺原來內有乾坤嘅，咁你咧反起佢嗰個高熱火焰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咧放喺個袋邊嗰度咧，咁啊哇神不知鬼不覺就收只鐵甲萬能俠喺你嘅袋裏邊啦。咁不過最重要就係你反轉後邊咧，我覺得好搞笑嘅，即係覺得係宣傳兼實用兩用嘅一張嘢，因為咧有 QR code 咧，你一掃佢咧，你就可以去到嗰個啊鐵甲萬能俠嘅訂購嗰個網站，即時可以預訂呢只限定版嘅 version color 嘅啊鐵甲萬能俠嘅。咁不過大家最重要望望下邊，打咗格仔先啦。呢啲咁緊要嘅嘢，我唔會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就係咧有一個好長嘅曲咧，咁就係呢個咧 Premium Bandai 嘅免費 free shipping 曲啊。咁即係代表住咩咧？哇！送到屋企門口之餘，仲要唔收你運費啊，大佬點夠你玩啊？好啦，如果各位兄弟咧對呢只哇咁珍貴嘅限定版鐵甲萬能俠有興趣的話咧，咁啊記住咧，由今日咧14日開始咧，去到星期日16日嘅時間咧，嚟到九龍灣會議展覽中心 Toy Show 嘅會場咧，咁我嚟到咧，就去先睹為快，望一望呢只哇咁珍貴嘅鐵甲萬能俠。仲有一樣嘢就係咧，可以嚟到會場咧，就攞呢個咧免費嘅 shipping 嘅 coupon 啊，咁啊到依度先有喎，咁記得把握時間，星期日之前好嚟咯。記住咧，如果咧有興趣訂購嘅朋友咧，呢只。鐵甲萬能俠同我展一樣星期一就截止了，所以其他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，記住快點上到 Premium Bandai 網站去訂購了。好了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